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红树林小小主播新闻，我是刘旭尧。淡水国小拥有124年的历史，由校长及美术班老师邀请到学校当中。对于校史相当有研究的外籍老师，找了几百张淡水国小老照片，用英语来教学，带领学生走过历史，对比过去与现在。为了要让淡水国小的学生能够了解自己所读的学校拥有124年的历史，由校长与美术班老师邀请到学校当中，对于校史相当有研究的外籍老师，用电脑扫描几百张的淡水国小老照片，用历史专业的角度一张一张来解说给小朋友了解。学生说，过去照片中的样貌与现在有许多的不同，但也有些建筑物与物件还留着，对比之下走过这么长的岁月，真的很有趣。就看到他，就是发现哦，原来就是在这一张照片的这个地方，比如说大门口，现在就在这栋楼的前面或者是旁边，就是很有趣。源自于我们的一个外师老师，他对历史非常的有研究，而且有兴趣，所以想带着我们在我们的课堂上，带着我们小朋友认识我们过去的淡水国小以及我们淡水的街道。那我觉得我常常跟孩子讲，没有过去就没有未来，所以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看见跟认识，然后认识我们自己的学校的一个拥有124年的历史。校长表示，有过去才有历史，尊重历史才能够有文化的累积。这一堂课透过对于校史非常有研究的外籍老师用英语来教学，拿出一张一张超过数十年的老照片来对比过去与现在，再让学生用以前的照片地点来找出地图上现在学校的正确位置。那包括我们淡水国小这样的一个文化传承，然后在我们地方上它所代表的意义，更重要，我们让小朋友从学校看见社区的一个不同的一个街道，跟很多我们在社区上还保留的一些景象，那希望让小朋友从爱自己的土地，然后开拓他们未来的视野。校长表示，透过历史教学来传承文化，也代表着地方上有重要的意义，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从学校看到过去邻近社区不同的街道，还有社区当中还保留的景象，了解自己学习的校园，从历史照片当中发现校园的故事，希望能够更加珍惜拥有的历史文化与生活。记者许伦英淡水采访报道。